种可行的方案来推动台湾司法的改革，来建立台湾健全的司法体系，啊，把公务员的，特别是法官、检察官的权责相符制度，一定要建立起来，而且最后的决定权要在人民手里，而不是在法官手里。啊！谢谢。加油！党主席，党主席，你休息十分钟，休息十分钟。蔡英文送进监牢。是。蔡英文，假的二字。蔡英文，关起来。假的二字。骗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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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蔡英文，关起来。蔡英文，关起来。贾博士，骗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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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蔡英文，关起来。就只有这样吗？贾博士，贾博士，骗子。蔡英文。关起来，他的人也关起来。贾博士，骗子。蔡英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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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起来。乡亲啊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妙红张教授，登基不输了。我今天站在这边声讨贾博士蔡英文啊，蔡英文，你若叫小贺，你就跟我一样，穿着博士服逛大街，你敢不敢啊？你不敢啊？来，听我，贾博士，骗子，蔡英文，关起来，贾博士，骗子，蔡英文，关起来，贾博士，骗子，蔡英文，关起来，贾博士，骗子。关起来，贾博士，骗子，蔡英文，关起来，贾博士，骗子，蔡英文，关起来，贾博士，骗子，蔡英文，关起来，乡亲呐，乡亲呐，大家平安呐、啊，兄弟，兄弟，登记簿书，张淼红，张教授，登记簿书娘娘，我因为。我家祖坟冒青烟，所以说我才拿到电机博士。奇怪，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这么香。年轻人，来，有啥物代志？啊，阿弟，在那个几部门啊？好来，三点钟啊。来，拿到博士学位是一个光宗耀祖的事情。小弟哦，有空没空就穿着博士服出来逛大街了。来，打一个交流。贾博士，骗子。蔡英文，关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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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贾博士，骗子。关起来，贾博士，骗子，蔡英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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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起来，来哦，永清哦，永清哦，兄弟点击都输了，电机博士，我家祖坟冒青烟的，我拿到电机博士，我还不敢穿着博士服逛大街哦。蔡英文，你俩叫小号你出来，蔡英文，你俩叫小号你也出来，你特殊啊，特殊你就穿着博士服啊，你没有钱买博士服，你没有钱买博士服，我买一套送给你。结论啊，共拖一个结论啊，来，贾博士，骗子，蔡英文，关起来，贾博士，骗子。蔡英文，关起来。
骗子。蔡英文关起来。贾博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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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子。蔡英文关起来。骗子！蔡英文，关起来！关到死！关到死！给他关到死！来，好，来，大哥，我们挑战来。贾博士，我虽然我真正我是说输啊，但是我要挑战蔡英文啊，你让咱人民过太不好的日子啊。所以呢，这位呢是真正一个登记法师，大家来支持啊！那这样对共蔡英文了吗？好。随时以这个去到军中啦，啊！你司法保障人民财产，身边哪财产？
产安全啊！竟然伊是安尼，伊拢总做答案，叫咱去找答案来赶回答答案，搞我囡仔太好死，啊叫咱去找答案。咱当然找倒来，让伊反驳伊的证据。一日因就是不采用，啊恁家看咱这款的政府，咱搁甲伊留咧存在要创啥坏咧？哦，咱当初是讲国民党烂歹。甲国民进党即前七年来呀，伊国事会伊敢骗一个遮大嘞，讲啥物要推翻司法改革，掌声如雷嘞。结果嘞，甲咧骗一个叫做国民法官制，今年内底足侪百姓还阁信信信，伊毋知啥物叫做赔，啥物国民法官制，因甲应该说个和平法官制，还阁遐侪人听拢无。哎，啊，我着讲吼。国事会议内底下遐委员全部拢做一寡无想要改革的人咧做，啊，我问你啦，司法改革无好，这受害人去做改革，是要怎做改革啦？我请教各位人啦，哇，这问题我甲郭立雄讲过，我甲足侪了政治人物讲过，结果咧，郑文龙律师推荐我做陪审那个司法改革的国事会议里面的委员之一，我就被。一个人叫林鸿正给我刷下来，哦，啊，你刚看这个物件，明知道咱下当吼，给这个争取到底这个司法改革的议题，但是人就不爱用咱，哦，啊，我会寄案件，我甲讲，拢总总是阮家己费尽足侪苦心苦力，阮家己找证据的，咱的国家的机器。伊是轻而易举的当做，这就是咱的国家做的，这是后壁无法度领导来做的，做出来叫做铁证如山的证据。我们的检察单位还可以吃案，我们的法务部还可以吃案，那我们台湾的公平正义和法和存在吗？我如果今天要让他们吃案，我何苦来栽赃拜托栽赃做真枪实弹射击嘞？我讲话安尼，我唔知你会当感受到无？我一切所做的苦力无，今日我的囝发生伊这不幸的代志，我嘛烦恼别人家庭会发生这种代志，所以我甲坚持到底，我会甲你力拼到底。今日即，咱爱的是一个社会的真理，咱唔是讲爱啥物呢？结果咱政府是如此来对待咱。咱为一个政府安尼纳税金来拍拼，安够有啥物路用？政府，咱下命安去为你拍拼，安下命咧敢出卖？啊，咱台湾人才会死落财，好惨出一只牛咧，互恁个政府当做牛咧，甲咱拖，咧甲咱剥皮。所以咱若死的时阵，加上骨头咧，甲咱空空灵通，甲咱单调。你甲看，即款个台湾个政府，咱有咩存在？即届希望大家人用宣布，让伊了解，伊这个人无办得咱阁继续让伊执政啊！咱派伊来甲咱管理，管理这个迄落国家，是要让咱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，解决着咱人民的世界的问题。但是，因一切拢在骗骗骗，请教你，咱让伊骗了，你敢会心甘情愿吗？对嘛？无人会心甘情愿嘛，吼！我今仔日，我还在厝，想着这个过万的心、过万的心的情来到这，替阮囝的相片，啊来互恁大家人看，这是要互恁看一个真真正正的故事，这真正一个血泪的故事。恁若是骨头找蔡先生的证，哎，迄落吼死亡真相，骨头内底拢总有啊，哦，已经是15年啊呢，哦，我希望吼，咱大家人勇敢站出来，来对抗司法，咱的司法一定要改革，咱才有未来台湾，拜托大家人哈。台湾是西南的所在。
谢您嘿，谢谢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，你约份五分钟再过来。乡亲啊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哦，我是张了红詹教授，电机博士啦。哦，我拿到电机博士，是我祖坟冒青烟呐。蔡英文，你拿到哦英国伦敦大学的 LSE 的博士。假啦！假哦！嘿，真假假？假啦！假哦，来，贾博士。骗子。蔡英文。关起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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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点击不输了，我在台北市景福门的前面，中山南路，公然诽谤咱这个总统，不敢告你啊，来搞你啊，对不？兄弟哦，我讲的没有一句是假的，小弟哦，祖坟冒青烟，拿到电机博士啊，我本在等你观察呢，你别看见彭文正，正正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所长。竟然被贾博士逼到黑名单，无法反驳了。夭壽啊！贾博士，骗子！蔡英文，关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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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弟电机破输了，正港的破输了。蔡英文，你若真拢是破输哦，你若叫小贺，同我同款穿博士服哦，不要讲我穿这个博士服跟道袍一样。小弟哦，不是三年寒窗呢，是至少哦读的哦吐血呢，才拿到博士学位呢。蔡英文，两年半拿到 1.5 个博士，那是王柏林的啦。那真正是哦 ，bloody hell。贾博士，骗子。蔡英文，关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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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乡亲啊，乡亲啊。你们相信不相信的？所有的大旗都能够走进现场，就是我这只贾博士的旗子不能够走进现场。哦，这样子哦。我是你惊啥？真正无你个一支看卖啊！乡亲啊，哪一个人愿意把贾博士的大旗拿进去？来，来，对，拿着。把贾博士的大旗拿进去，林北哦，阿拉票肯定来五百块，五百块。不要六八都动我哦。来，哪一个人能够打倒贾博士的大旗，拿进现场这样告，来，当掉五百块，当掉五百块。蔡英文你是要惊啥？小弟电机都输了，来。征求勇者把贾博士的大旗拿进去会场，警察没有拦你的话，凶我吧，来，我看了底下，来，带起来没有？来，我爸小姐哦，我带你们，我准备加钱定位，我来讲，来，哪一个乡亲，所有的大旗都能够进去会场，就是我贾博士的大旗。后面不能够进入会场，来，哪有人啊？你冲进去啊！你别很凶我吧。